大家好，那今天呢，尤凡又来品尝美食了。那今天呢，带您到的这个地方呢，是我们的 An Japanese Dining Bar。那今天呢，在我旁边呢，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位厨师，我们的 Samuel， 你好。尤凡你好。是是是，哎 ，Samuel， 今天我看到有很多的美食，不过首先还没有吃之前呢，我就看到了一大盘这么多鲜美的这个海鲜，有鲜虾、鲜鱼、有贝壳类、蚌壳类。那这些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都是来自 Tokyo 的那个吉格鸡。Fish market， 那个 fish market 来的，每个星期我们都会来二三五六，都会有 four 四个卡过。二三五六的意思是星期二、星期三、星期五、星期六都有鲜货、鲜鱼到达。没错。哇，那我们要保，你们这边的东西都很新鲜哦。啊，一定要保持客人的那个海鲜的新鲜。那其实说到这个日本餐，我想首先还没有开始介绍我们的这个菜肴之前，先说一下，其实在品尝这个日本餐的时候，它是不是像这个中餐一样，它有所谓的一些小菜啊，然后有些所谓的是属于这个sashimi 啊，那有些呢是属于一些已经烹煮过的一些美味佳肴，你们这边主要的是一些怎么样的东西呢？我们这里主要的是来自 Okinawa 日本冲绳料理，还有一点新鲜 omakase 那个 season fish 那个料理，就是季节的一些鱼啦，对，季节性的鱼类，某些季节是没有那个鱼类的。没错，所以每一刀每一条鱼我们可以做不一样的料理。尤其是今天我介绍给你们这个金木鲷，我们可以有 sashimi、salad、sushi maki、tempura。所以有好几种烹调方式。没错。那其实呢，在这边我看到这么多的，当然首先我刚刚问了你这一盘，你说这一盘首先是其实是给客人看的，还是说就摆在客人的桌上？这一盘其实我们是要介绍给客人，看看客人要选哪一种鲜美的海鲜，没错，然后我们就做不一样的料理给他们。那是不是说客人也可以有要求，比方说我喜欢这个，要这个，这个叫什么鱼啊？这个是 fresh fish。那像比方说我要这条鱼的话，那你会介绍给这个客人说用什么样的料理来烹煮会比较好吃，还是由客人自己去决定我要煮怎么样的？我们 service 他首先会问他们有什么东西他们会不要吃的。比方说有些客人不喜欢炸油炸的东西，是比方是清淡的，对，所以我们会介绍清淡一点的。像我清淡最好的就是这个咯，就是这个sashimi是最清淡的咯。那我们这条鱼叫什么呢？金目鲷，金木鲷，叫金木鲷啊。就是金木炉的那个金木。哪个鲷呢？那个鱼字旁一个舟，鱼字旁一个舟。哇，我们的师傅呢做日本餐做久了，我跟他说话他就嗨嗨嗨，我还以为他一个自然吧，自然的音法，自然就嗨啊，自然的音法。我看你应该是每天跟我们的这个日本客人聊天，跟日本老板说话，所以可能就嗨了。好，那除了我们这个叫做金木鲷，对吗？哎，那么现在我们看另外一道菜。那其实这边呢，除了这道之外是sashimi，我们还有看到的就是有这一道呢是油饭比较熟的，当然因为寿司嘛啊。对。新加坡人一般都比较，很多人对这个日本餐的感觉就是寿司啦，要不然就是sashimi啦，就这几样东西，要不然就 tempura 啦，要不然就冷面啦，要不然就 udon 啦，这样的东西哈。那你今天我看到的这个跟我平时看到的这个寿司有点不一样，尤其是酱料。对，因为我们所做的就是要跟传统所做的那种寿司 cut roll 有点不一样，这个是有点 semi grill， 就是用火稍微略烤过，它会更香。你说烤过那个？对，外层。外层它有烤过，配上那个酱汁。这个酱料是什么酱料？这个是有点辣的。有点辣的。有点还是一点？你一点。好，那我说一二三四五是几点？三点。我那很辣嘞，中间中间因为呢，我基本上我不吃辣的，所以你说三的话对我来说就很辣了。
一，我想可能对我来说我还觉得你有一点点辣，不行，你可以尝试一下，真的哈。那这道叫什么名字呢？就是阿布里马基。阿布里马基，好。那除了这个之外，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，哎，这好像也是属于生的嘛？啊，对，是，就是从这条鱼身上然后切出来的一几片。哦，就是由这个金木雕，金木雕的这个肉里面切下来，然后做的这个所谓的凉菜吗？没错，从 appetizer salad。然后到sashimi tempura，我们都是由这条鱼来切出来做不一样的东西。哦，所以这边这几样东西都是来自这条鱼，都是由这条鱼，没错，连这个鱼头的一半也是这条鱼。对，哎，挺不错的哈，我觉得哎蛮有创意，物有所值。对，而且呢，我们华人喜欢鱼嘛，对不对？年年有鱼，常常吃鱼，你就会呢时时有鱼，不错不错。那这个又叫什么？这是它的金木雕 kimitai salad。salad 是属于沙拉的一种，一种沙拉的鱼。哎，这里呢还有一道呢是属于这个汤呢，刚才我们的师傅说过了哈，这道这个鱼呢头啊，对，也是从刚才我们的这条鱼这边呢就切下来的，所以呢像这道它当然有点像我们华人常吃的一样东西了，就是人家说新加坡人喜欢吃什么鱼头颅之类嘛，对不对？这是不是类似啊？这个它是有些不一样，这个是米索素。米索素啊，对，因为这种白鱼肉的鱼一般上拿来煮汤都很清甜。对，你那边再加上白菜，对，白菜它就更能够增添那个甜味，对，没错，是不是？是，那其实太厉害了，没有哪种厉害，师傅你不要这样取笑我好不好？我也要跟你多学习了，你学我讲话可以了，我要学你怎么样煮菜。其实呢，我们看到这道，其实很多人会对于一些这个日本的一些菜肴会有一种存有一种想法。以前人家都会觉得说好像放很多味精，你们这边应该是完全没有味精的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就是原汁原味。原汁原味，所以这个呢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这道我们叫做什么？你说那是什么汤啊？Kimitai Kabudo Miso Soup。好长，好难念。师傅，你念慢一点，我才跟得到。来，再念一遍。这个 Kabudo Miso Soup。Kabudo Miso Soup。对，你刚才讲那个很长的，好像就是它的原名。再加上这个啊，来，师傅再现一下你的日本话来。这个是 Kimitai Kabudo Miso Soup。好，来，学了11年的这个日本餐，会不会说几句日本话？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始めまして。哎呀，不是假假的嘞，还有一点点哦。好，那我们看到了这道汤之外呢，下来我们再看到这个，哎，这个又叫什么呢？这个就是它的鱼腩，是最鲜甜的部位，然后切了来做寿司。这个就是比较传统一点的，就配搭瓦萨比和姜青一点配吃。这个就是配上一点烤过的，没错。所以这个已经是属于烤熟的。这个是属于这个就半熟半熟的，所以好，你刚才说了要沾这个瓦萨比，还有这个所谓的什么酱青，那其实在日本餐里面，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个芥末？你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？一般上配它芥末呢，都是有杀菌的功效。因为是很多人不懂哎，很多人吃这个芥末，尤其我去泰国的时候，我们这些朋友都跟我讲说，哇，呛起来很爽。我在想，会吗哈？其实日本人不是这样的想法。不会，其实日本人一般上是吃法都是瓦萨比沾了一点在鱼肉上，才沾酱青。它主要还是杀菌的功用，不是因为要呛鼻子。不是要呛鼻子。对了，所以现在有些人吃的很夸张的，就哇很多丢里面，其实这是不对的吃法。对，是啊，个人喜欢吧，这些我不可以说人家不对吗？没有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的不对的意思是说，在日本应该没有人这么吃吧？可以这么说吧，对不对？对，一般上日本人都不会这么吃。对啊，就好像如果我们新加坡吃三八七里，不可能三八七里再跟饭一起吃，很奇怪嘛。好，我们看到了这道之外哈，这个寿司之外，下来我们再看到的就是，哎，这一盘呢我特别喜欢，因为很精致哦。你看那个虾有小小的，就是好像是炸过的还是烤过的？这个炸过的，炸过的。那么在旁边我们看到有一个小螃蟹，也是炸过的，非常的漂亮，而且在摆设上呢是很漂亮，我会以为是摆设品而不是吃的。那这个究竟是不是吃的？这个是吃的。这个是 appetizer。 哦，这是属于开胃菜，没错。那开胃菜是应该带着怎么样的感觉？一种酸甜还是就一种 refreshment 的感觉。那这道叫什么菜名？这个就好像 appetizer 我们配搭的，让客人好像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名字。这是您自己自创的菜肴吗？没错。是 Samuel 你自创的吗？对，为你而制的。为你儿子，谋啊！好，没关系。今天晚上呢，来到今天我们就要品尝这个美味佳肴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除了这道之外，当然这个是大家都很熟的啦，tempura， 没错，天妇罗。那其实说到这个 tempura 呢，
我们看到里面有虾，然后呢还有一片鱼肉，鱼肉也是来自这条鱼的，好像有菜哈。那你说这个鱼也是来自这个鱼肉的哈？那其实这个 tempura 大家都知道吃法，只是呢，今天既然来到了这里呢，我就想要问一下啊，我们厨师告诉大家，为什么吃 tempura 的时候一定要放这个白萝卜碎呢？同样的，它都配在那个酱那个 sauce 那边，对啊，配起来吃那种感觉，那种口感。就蘸上吃的感觉比较不会这么油腻，这个萝卜丝是比较清淡的那种，蘸起来就没有你吃到油炸的东西这么油腻。好，那其实呢，我们今天介绍的这几道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其实呢，这七道菜呢，都是我们这里的这个著名的菜肴嘛，属于可以这么说吧，就是这个都是由 chef recommendation 来做出来的。这边是 Angeles Dining Bar， 所以如果说你喜欢吃的话，不知道在哪里，很简单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叫做 Eastway， 你可以看看我们这个荧光幕前面的地址，然后自己打电话来询问就可以了。那其实我们刚才有问过啊，这一道这个费用大概是多少钱？其实这个他说是给一个人的分量吗？没错，这个是一个人的分量。一个人的，那是你吃还是我吃啊？当然是给你吃，让你尝试。开玩笑，像我这样的人啊，这样对我来说就已经太多了，真的太多了。我觉得其实我一个人吃这个就够了，然后我觉得这个呢就真的很多了。不过可能如果说三几好友哈来到我们这里呢，可能可以坐下来慢慢的一边的品酒，然后慢慢的吃一些 appetizer， 就是吃一些开胃菜，然后再吃一些主食，然后慢慢聊天，再看看我们这边的这清幽的环境。其实我喜欢这边的环境。其实刚刚油花在来之前呢，我来到这个地方，我感觉它就是一个很传统的这个榻榻米的这个做法，对。然后呢，这个装饰呢非常的高雅，而且给我感觉虽然说外面是个大马路，但是呢也是很清幽，因为这边的门一关上什么也听不见。那再加上呢这边的这个酒也很多，然后呢这个灯光呢也适中，然后呢这个颜色呢也很鲜美，就跟我们的鱼一样很鲜美，因为我喜欢红色啦黄色啦，那种感觉就很漂亮了。今天真的很谢谢我们现在 Samuel 给我们介绍的这些美味佳肴。那希望朋友们如果说喜欢吃的话，不要忘记了，我们就在这个 UE Square 这边。如果你记不住这个餐厅名字的话呢，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荧光幕上的这个地址，然后呢打个电话来询问详情，或者是来订桌也可以的哈。好，再次的谢谢我们的 Samuel， 谢谢，谢谢，阿里嘎多，对的，我讲的对不对啊？对，对哈，阿里嘎多，对的，是吗？阿里嘎多。好了，我们再见，再见怎么讲？Sayonara，Sayonara。